发财。看你戏啊，我们发财到哪了？哦，好像要去买药嘛。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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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牛妹要去比赛啊，稳的吧？有 Z 宝宝会挺你啊。冬天的礼拜四，我白痴怎么长这么大、啊？可以骑耶、欸！可以骑，那就不能跟他说话嘞。我这样移动快多了。为什么冬天连蜂蜜都没有啊？对啊，我原本打算买药之后，然后去矿场的。那怎么从白痴身上下来啊？是按哪一颗啊？鸡蛋喽！咚咚咚！来，古拉，剪毛了。这个毛一个是可以卖240块，是不是？兔子啊，这个兔子可以卖毛皮，跟羊咩咩是一样的，好像价格也一样吧？一个礼拜才产240，是有点少。高级一点，不知道可以翻几倍。你要加工之后才好处理。礼拜四，好，先去找女神吧。冬天可以把鸡跟兔子叫出来啊，当然可以。动物有羽毛跟厚厚的毛皮，是不怕冷的。冬天的山上什么都没有啊。目标，对啊，我们弄加工机，然后我今天要去买一点药啊，今天应该是要去买一点药。那一罐药多少？一罐药该不会是500吧？我买两罐。顺便来找珍妮佛，他在这吗？是我的恋人博布利，博布利自从冬天之后就整天都在家里，没怎么出门过。看一下组合啊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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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上路只玩提摩，打野维尔哥，中路韩国的鱼人，还不错吧，感觉组合还不错，对面的也蛮强的，哇，这场应该是有来有往的。今天是格雷生日吗？那我最好去来弄个礼物。好像是哦。包装过后的食材来了。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石头吧。没办法，没有其他的矿石了，就给他包个礼物的。
包装哪一个了？嘿，包装石头一个，都开别。哎，礼物已经包好了，赶紧去给格雷送礼物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给玛丽吃鸡蛋好了。高质量礼物来了，来格雷，哎呀，什么啊？这是生日礼物啊！格雷开心，身为锻造店的，收到这种礼物是真的很开心的。哎，克里夫怎么不见了？自从克里夫来帮忙之后，工作变得比较轻松了。那克里夫去哪里了？被埋在哪里呢？哦，被埋在这啊。给他一个黑色的草，补充体力。这是什么啊？黑色的草呢？先变个脚。有给他工作就不错了，不然他整天就只能在那个教堂跟卡特先生要一些水果糖果，而且日食馒头这个月一定能中钱包，这个月是吊饰跟滑鼠垫。少安喜欢黑草吗？嗯，喜欢。而且建议是直接24.99的保底。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购物了？只开到3点了、哦。只开到3点，他还站在那边了、哦。耶，超级喜欢吴夏蓉，有中过的很多哎，24.99的人就有200多个嘛，保底200个。哎，睡了，那我要睡了。今天要赚2000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对吼，我不是说我要去挖矿吗？怎么给忘了？哎呦，刚忘记去医院了。蜂蜜的产量也太少了，5棵树产1个蜂蜜。这样组合挺不错的。可以喝牛奶吗？嗯，等我挖完矿吧。我先挖完矿发大财之后，我就去买挤奶器，还有这个牛奶加工机，1台2万。平常可以骑着白痴跑来跑去。好，我们去撒泡尿，还来得及吧？欸、不行，都要开始了，来不及尿尿了。看一下，哎，骑着好白痴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吗？可以耶！哦，这样很快哦。啊？他这里没办法下马。他就只能骑着跑来跑去哦。跑的是很快啊，但是没有办法下马，那怎么办？哦，这里可以耶，是某些地方不行，是不是？
哦哦，这边可以，然后在道路上才可以。我还要遵守交通规则啊，只能行驶在道路上。礼拜五去买药吧，去买药吧。嗯，这样是蛮方便的。像我这种骑宝马的，一定要停在路上，给别人瞻仰一下。玛丽最喜欢这个了。还要随时过来检查一下有没有被刮到。给 Alan 送个鸡蛋。镇长，啊，谁刮到这只白痴，叫他赔钱。给他送个毛好了。嗯，艾莉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，给医生送一点。给我这个真是太体贴啦！为什么我的黑色的草莓啦？我也没做什么事，能收到你的心意，真的很开心。还不能去神父的家哦。对哦，买药买药。天赋哈，我看一下，买药，买体力药，买五罐，消除疲劳的买一罐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开始挖矿。神父的工作是什么？神父的工作就是待在教堂。它就是教堂的一部分。哎，不然又扣体力了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喜欢？他应该也不喜欢温泉蛋。对面的组合也太强了吧！不过我们这里有卡特，一定稳。克里夫本来也是教堂的一部分，克里夫现在是地下室的一部分了。我发现骑这个马好像没有比较方便呢，他还要下马。哎，小兰怎么了？你有点摇摇晃晃的。爸爸，你想太多了，脸都已经发白了。哦，他肚子很痛。哦，此时跟医生最好的阿 J 刚好路过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快点去医院！对，没错，去医院。수환사의복국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。放心啦，这里的医生我熟的，一定好好处理他。我没事了，给多特看过之后肚子也不痛了。他就是吃太多了，吃了炒青菜、蛋包饭、大阪烧、天妇罗、乌龙面，再加上起司蛋糕、苹果派，我还能吃个冰淇淋。啊，这样去一下就没有问题。
开啦，开扁了。来看一下，小兰生病了嘛？是这样没错啊，但竟然只是吃太多了。达特先生很担心你以后不能吃太多哦。对 JJ 很抱歉，造成这么大的骚动。JJ 拼了命的把我带来医院，太帅了阿 J。这是我最重要的宝物，好，又收到一个宝物了，可是家里有点没地方放了。音乐盒一个，欢迎欢迎，好开心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坏掉的音乐盒。嗯，目前看起来比较好用的大概是卡特的什么负离子机吧。我看一下镇上的人送我的什么。这个是格雷送我的手环啊，这个蛮潮的。这个是我的女朋友送我的泥丸子。这个是卡特送的负离子机，卡莲送的葡萄果汁，这个也供奉起来。布兰登送我的模型，其实男生送的都比较实用。这艾丽送我的压花啊，这个也还行。蓝的音乐盒，这个是有点麻烦，没有地方放了。先放在这吧，先放在这。房子不够大，看个电视，看一下新闻。天气一变冷，湖水就会结冻，或许可以去一些奇怪的地方了呢。对啊，有点满，这个道具其实有点满。小地雷11个月。楼牌到了，等再去挖矿。那一波不管我是什么角色，那样开八龙就是赌命了。但这也是 Soul Rank 的醍醐味，就是要赌。啊？我是背包变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不对啊。走错矿场了。西格斯有面具啊，西格斯吃起来速度应该跟法洛斯还有西维尔是一样快的。哦，但是不管你吃多快，那个都是拼中局啊。你又不可能说你吃超快，然后对面的打野就哦，他们吃超快啊，就直接给了，也不会啊。啊，他也是走过来按人家重击晒一下。好爽，一路挖下来。哎，又挖到了。哎，又挖到了。这一格挖的挺顺利啊。不会出在石头下面吧？还是楼梯其实有很多个、啊、我觉得楼梯说不定有不少个。前往下一层。哇，这么大啊、哦！该不是这个吧？这个。哭啊！这一层怎么那么大？楼梯是一定只有一个吗？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版本？就多那么一点，这层怎么那么大、啊？那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个啊，不然这么大怎么挖？这一层至少100乘100，
哎，挖到了！哎，挖到了！升级锄头，升级锄头，挖起来一样啊！哇，挖的好顺哦！哎，又有了，先嗑药吧，看一下，体力药嗑了。哇，体力药不会回满哦，哦，那要嗑很多。位置开挖开挖，地下酒哦哦，怎么有个山洞？这是什么？这钓鱼看看。吃东西哦，应该有机会吧。如果体力要有高级的版本，感觉要挖到下面蛮容易的啊。我现在身上全部带体力药，可以带很多个。我、哦、这个该不会丢东西下去可以拿到道具吧？丢东西下去看，橄榄石没法丢。啊！鱼溜走了，这该不会钓竿等级不够了，钓不起来吧？我钓竿等级可能不够哎，继续挖吧。这一格，还能更下面，可以吧？矿场应该是蛮大的。可以，地下石层。地下十一层，哦，钻石哎、欸，体力够吗？应该感觉可以挖到二十层左右吧。我觉得五罐应该可以挖到二十层，运气好一点的话，哦哦哦哦哦，本康。哇、哦，好学哦！搭电梯哦，转翻转翻，直接到十六层嘞，好学哦！掉下来也还好，没花多少体力。无知矿场十七层，感觉该开始敲这边的矿了。哇、哦，好多宝石哦，好爽！还要排吗？要排啊！刚刚补位局要等三分钟，这一格，哦哦哦哦哦哦，
漂亮，再一层，再挖一层吧，再挖一层吧。位数是九的，比较特别。第十八层，哎，地下第十八层。对吼，黑色草是不是可以拿起来吃一吃啊？然后再消除疲劳。嗯？消除疲劳怎么没感觉？哇哇，这什么？哦，真的还不行啊，真的还不行！我要回家，哦、我要回家了。我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下次再多带一点药再下来吧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赚回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东西晒一下，你先别着急。沙漠的玫瑰石，只赚1200块，哭啊！但是探索到了很多，哎，睡了。哼，零秒出货。看一下11号达特的生日。我来看看好白痴的状况，嗯，好白痴长大了，嗯，很遗憾 JJ 啊，嗯，白痴没了，这样我马就没了吗？哎，我养了他一年了呢。哭啊！睡觉这天白痴就回来了，白痴要走就给他走吧，不强求。啊，哪里可以再搞一只白痴？我还要存一点钱，15号要买宠物。那、啊、这样我啊，他明年再给我一只小马怪，那我的赛马怎么参加？早安啊，格雷，器具的状况怎么样？嗯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我希望有那个锤一下就可以把所有石头一起锤破的锤子。礼拜六的图书馆该不会没开吧？这个10点开，这个是晴天啊、嗯，晴天应该可以找到人吗？哎，卡莲别走！躲进这里房子了，是什么游戏？矿石镇的伙伴，找 Alan 好了。完了，被镇长卡住了。玛丽开心，我跟老奶奶感情好的嘞。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人、啊、对，我还去升级钓竿，每天都要来给小兰送货。
还是我们直接一路睡到15号？冬天好像没什么好赚的。要不然就去矿场的第一层随便敲一敲吧，赚个生活费就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其实一层的东西也是60几块，我刚挖到下面也就变70几块而已。哎，珍妮佛，哎呀，午安，珍妮佛，你看这个湖。在这么静谧的空间独自散发着光芒，这极致优美的湖泊，进一步说就像是守护着这个镇的神圣之地。哦，他可以感受到那些神圣的气息。这么一个湖泊竟然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这个湖泊好像有吧，黄瓜湖。这个湖泊里面的黄瓜是真的很多，我们取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名字，不错吧？天使休憩之地，哇，太有诗意了，阿 Z。我想到了一个好名字，它就叫伊莎贝拉吧。又神圣又不可思议又很优美，伊丽莎白，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这样才比较特别呢。就这样，再见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伊丽莎白洞发财一下。一楼原来有这么多废矿石啊！哦，都是一些废矿石啊，受不了了。那其实敲一楼就蛮赚的啦。我看一下，一楼我们这样敲一管体力，我觉得可以有60个矿左右吧。哎，发财发财！格雷喜欢废矿哦，哦，那我这边有大把大把的礼物送给他。变个角。通通送给格雷。我也是为了赚个宠物的钱啊，不然真的15号买不了宠物怎么办？我觉得一只应该10000块以内吧，我们存个10000应该可以买一只。不然镇上会不会有人有钱啊？你觉得会不会有人刚好有多余的钱？钓竿，等我买完宠物再来升级。来看一下，这样敲一管体力的收入就是1000块。工作一天就可以赚1000块，哎，哇！太削了吧！门锁着，礼拜六啊，哭啊，公休。他喜欢蜂蜜吗？红宝石怎么样？那他就不客气喽。对哦，身上怎么还有红宝石啊？月入30000不错嘞，在矿石镇看起来就很
吃得开了。应该没有女生会讨厌红宝石的吧？冬天有百草可以捡，那里还有百草？哎，我原来今天都送礼过了。哦，我是先送礼才去挖矿的。可以送你红宝石吗？那当然没问题的，不是夜市就买得到了吗？几时要结婚哦？哦，这看缘分的。来选个角，这场伊泽瑞尔15杀盘，伊泽瑞尔打艾希。今天谁的生日啊？如果没有人生日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睡觉？这一天没有特别的节日。没有人生日，我感觉不如睡觉。我就把家里的鸡蛋拿一拿，让他们出去吃草。大概今天来得及吗？应该来得及吧。感觉顶多迟到五分钟吧。我这样每天赚下来，到15号前刚好够吧。